卡塔国旗飘飘，万里无云，蓝色的天空。今天下午闲得没事，到隔壁的酒店看看它的工程进度怎么样。这里种了许多金凤花。2022年世界足球杯974体育场就在酒店隔壁。这个酒店主体框架没动，只是重新装修。你是好兄弟？啊，你必须啊。你是 why？ Housekeeping， very nice uniform。以前酒店的外墙是玻璃，现在变成格子的形式。新酒店的海滩非常漂亮。好有造型的音箱。这个游泳池还没有完工。这马路特现在已经改名字了，现在酒店名称是 Lakes Golf Hotel Doha。 这种是什么花？我在卡塔尔是第一次见到。这个酒店比我单位更晚一年开始装修，比我单位更早开业。这又是什么花？我都没见过，到处都种有。大家好，我是杜哈阿华。这个五星级的酒店绿化不错，海滩不错，就是酒店大楼现在没什么时间进去参观，等下次选择个时间我再进去参观一下客房和餐饮。这都是加班加点赶在2022年世界足球杯之前。临近海滩的一角还有攀爬的地方，好有特色的亭子。这属于健身还是属于儿童游乐区？这边海滩要比我那边还漂亮。雨一夜深深，沉默的秒针，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。雨一夜阵阵，停落的秒针，如潮浪般发生，无惧冷与风。做梦曾陷入病中，我能受空空，刹刻之中惊醒已冷风，感叹此刻不过是场梦。心宵三点想跟他抱拥，心中所想竟已放